劉掬色將會在 HAJI Gallery 就會做一個展覽，就叫做我們吃，其實我們吃什麼呢？其實我們有沒有可能呢，自己在一個不同的社區去提供到一些良好飲食的一個課室呢？你對食的要求是什麼？乾淨和新鮮，甚至鼓吹大家不如發起一個自救的飲食行動。所以我這個吃得課室呢，不是說好像一些私房菜那樣大家整些東西，大家吃些好味的東西，不是的。我這個吃得課室呢，基本上我希望每一個不同的地區呢都能夠接收這個信念之後，大家去找一個方法出來呢，是想一個怎樣可以飲食自救運動，在不同的社區都可以有存在一些很多很多這些課室互相自救。那吃些什麼和喝些什麼呢？在今次展覽裡面其實都有呈現的，有一首歌的，就是 John Lennon 的 Imagine， I-M-A-G-I-N-E。 全世界的人口是有七分一是沒得吃的，咁七分一藥物係大約九億幾人，但係你只要諗下，每日有九億幾人係挨餓甚至餓死，即係就住七分一嚟諗嘢啦。咁就諗到《Imagine》呢首歌，咁就我就將每一個字母咧就擠咗落隻會員嗰度。咁但係由於七分一，即係話每一行你都要攞走隻碗啦。咁《Imagine》呢個字母快啲組成《Imagine》嘅，其實係咪真係做唔到咧？我哋七分六啲人喺度食，我哋其實喺度食咩啊？我哋可能食緊有啲人血汗裏邊嘅剝削啦，我哋可能食緊好多其他嘢，我哋都唔知喎。由於我嘅性格嘅緣故咧，我係將教育變為我嘅創作，即係話咧，我係會設計一啲課程，令到我自己好高興嘅，亦都令到我啲學生好高興。以自救嘅出發啦，但係咧就可以spread out 嘅，係可以傳授開去嘅。今次嘅展覽開始啦。冇錯，今次我其實好高興咧，夏志華林咧可以係打開第一堂嘅，就係設得課室嘅第一課，就係我唔吃，我唔其實學在吃什麼咧咁，咁就講緊我哋呢個設得課室就喺呢度開張。